米粒、欸，新年快乐！真的，送给你的，新年快乐！来来，进来。哇，好多东西哦！蒂米莉啊，从哪里开始哦？当然是从汤底开始咯。哦，汤底。这个鱼头汤底，首先我们把姜片、蒜梅放入，番茄也放进去，还有咸菜。接着呢，我们把炸鱼头也放进去，还有糯米干米粒 cube， 这个很重要的哦。两公升水放四块。哈，这个我知道，它可以提升汤底的鲜味，还有画龙点睛的作用。然后加点淡奶就可以了。哇，那么简单，果然是快、很准。而且鱼头汤底不油腻，又有美容作用，我三个女儿最喜欢喝。哇，一切都是为三个女儿。不是啦，我的翁也是喜欢喝汤。Steamboat 又是以汤为主，他喝得很开心。哇，妈妈真是伟大，一切都是以丈夫、以女儿为主，即使再复杂、再多功夫，也不嫌麻烦。大家呢，在过年的时候在一起开开心心就好了。好喝哦！是啊，我先生也很喜欢喝汤，还有很喜欢热闹，还可以请亲戚朋友一起来分享。美味丰盛的火锅，酝酿出温馨和谐的欢聚，一家人的围炉，凝聚一家人的力量。